请进。院长，您找我呀？秦老师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福利院的中秋晚会嘉宾的宴请名单，你把它制成请柬，然后再发到每个人的手上去。好。嗯。院长，今年小萌也回来啊？是啊，孩子们喜欢她呀。再加上前一段时间这社会上对小萌有一些非议，我想趁此机会轻松一下，也表达一下我们福利院对于小萌的感情。也是，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们知道了肯定很高兴。嘘，千万别说，给孩子们一个惊喜。明白。那院长，小萌和周总的请柬是要一起准备吗？周总跟小萌的，要不然我自己送吧。你把请柬写好了，你交到我这儿来就可以了。没问题，那我先去准备了。行，辛苦了。没事儿。喂，阿衍吗？你现在说话方不方便？方便。是这样的，福利院做了一个中秋晚会，想邀请你们参加。你们来了，孩子们也会挺高兴的。只是盛海集团最近的项目有一些突发情况要处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但是小萌一定会去的。工作是挺重要。不过阿衍啊，如果要是你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我们稍后再联系。进。我打扰您了吗？没事。洛丰商业综合体育场的项目，凌天集团有没有受到影响？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只是财务部告诉我说，根据我们的协议，凌天集团的第二笔融资款项本应该在前天就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打过来。和对方确认过吗？凌天集团的财务部说没有接到汇款通知，我这边一直在跟他们联系，但是电话打不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会不会他们看到了新闻改变了想法？不会。他能跟我们合作，完全是出于盛海和对我爸的支持，不是因为商业利益。喂，林伯伯，你是什么？哪家医院？好，我马上到。怎么了？出事了，林峰住院了。住院了？今天天气真好。对呀，我记得上次回学校还是在毕业之前呢。对呀，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在学校，你我还有梓潼，我们三剑客一块儿上课下课吃吃喝喝的，那日子过得多开心呐。哎，对了，小萌，你之前和梓潼一块儿拍的盛海的那个广告什么时候播出啊？到时候我一定守在电视机前给你们捧场。现在都还在后期制作中呢，等播出了我一定通知你。嗯，你是周小萌吧？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可以啊。谢谢。小萌，大明星啦。行嘞，走吧，走。是周小萌哎，
是周小萌啊。是啊，哇，那是周小萌吧？你好像更漂亮。小萌，我们走吧，走吧。教授。哎，教授。小萌，杨希，你俩怎么来了？我们今天啊是专程来看您的，之前小萌约了我好几次，正好今天都有时间，我们就过来了。哎呦，你俩有心了，老师很开心啊。教授，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您呢，之前您在百忙之中还抽时间来给我们的儿童剧捧场。哦，那个事儿啊，你们的儿童剧啊做得空前的成功，老师可是去学习的。教授您别这样说。小萌，其实老师一直想向你道歉。道歉？毕业那会儿学校不同意你跟同学们拍毕业照，那件事呢多多少少也有老师的责任。教授，这不怪您，因为我相信学校也会考虑到事情的周全性。小萌，谢谢你的大度，那些事儿啊都过去了，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嗯。哎，小萌，你现在可是咱们南岳的明星啊。没有，学校都以你为荣呢。那可不，刚才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好多学弟学妹都找小萌要签名呢。可惜。挺好的，生活呢要往前看，老师相信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嗯，你们今天能够来看老师，老师很开心，我请你们一起吃晚饭好吧。对了，那个梓潼也在，等下把他也叫上。梓潼也来学校了？嗯。他来做什么呀？他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呢都是去图书馆看书，难得他走上社会还有一颗爱读书的心，很不错。教授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儿，这样吧，下一次我请同学们一起跟您聚餐。你们别客气，真有事就有事。我真有事儿。哦，好吧，既然都来了就到办公室喝杯茶再走。也好，走吧。走走。最近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这学校的图书馆还是老样子，真让人怀念。是啊，真想再回来念一次大学。小萌，梓潼在那儿呢，走。梓潼。梓潼，你也太卑鄙了，你竟然……闭嘴。这里是图书馆。我们外面说吧。梓潼，想不到之前在网上对小萌的诽谤都是你做的，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重伤小萌？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恨我，梓潼，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什么吗？你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你这一点。
你永远都在装自己是一副无辜的样子。我哪一点比你差？可是所有人都爱着你，宠着你，在他们眼里，我永远都不如你。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永远都无法成为最好的。对，是的，我是嫉妒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他们的宠爱。所以，你那天就大半夜地把我一个人关在酒店外面，是吗？看来，你早就知道我装病的事情，那你还装作跟我一副好朋友的样子。周小萌，你也够虚伪的呀。我从来都没有在你面前装过什么，我是不想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你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情。你不要再装出这种无辜的样子了，好不好？周衍照、蒋泽，全世界都吃你这套，可对我没有用。子彤，你闭嘴，你不要再说了。子彤，你是不是疯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这么做呀。大学四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呀。朋友？我们永远再也不是朋友。你给我记住，周小萌，我会向你证明，我会比你强。梓潼，小萌，爸，是周总。刘伯伯，身体好些了吗？还好，还好，幸亏送医院及时，已经好多了。这位就是盛海的周总吧？阿言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们凌天集团的老人，也是你爸爸生前的老相识。你应该叫赵叔和刘叔。嗯，刚刚跟你通电话的是我的女儿玉晨，她刚刚接手凌天，很多事情啊多亏了他们两位帮忙。两位叔叔，林总叫阿衍就可以了。百闻不如一见，周总真是一表人才啊，颇有老周总的风范。阿衍呀，我知道你今天来是要问什么，十分抱歉呐。林伯伯，我都知道，您能好好休息，身体最重要，其他的事情我们缓缓再聊。阿衍啊，你好好劝劝你林伯伯啊，我们早就建议了。林总啊，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啊交代下面人办就行了。你看看他。阿衍啊，我说的抱歉不只是一笔融资的问题，我们凌天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几个项目都做不下去了。洛峰那个商业综合体育场馆的项目，我们董事会经过商定，决定撤回全部资金。林伯伯，如果是项目上的问题，我想我们盛海是可以帮助您的。但是现在这样……阿衍，我听说，因为之前的一篇新闻报道，盛海在洛峰的商业综合体育馆项目已经被迫停工，遇到这种现象，盛海现在应该很棘手了吧？其实啊，在这之前呢，林总啊和你们盛海集团
有合作意向的时候，董事会就有人提出异议，可是林总十分坚持。现在你看啊，我们凌天集团也已经是自身难保。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阿远呢，林伯伯在商场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所说的新闻报道我知道，那不是上海的问题，我不会因为那些小道新闻而改变了对你对上海的看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凌天自己的问题啊，我只能说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爸爸。林伯伯，您好好休息，我会再来看您的。两位叔叔先告辞了。阿燕，商场如战场，一定不要轻信任何人啊。周总，今天你有空吗？有些话我想跟你单独聊聊。关于林伯伯，我正好有一些事想问你。这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方。请。爸爸经常跟我提起周总你，说你年轻有为，刚接手上海集团不久便有一份作为，是商界的奇才。我刚刚接手凌天集团，还有很多事情要向周总你请教。林总你过奖了，林伯伯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叫阿衍就可以了，我也斗胆叫你一声林姐。没有问题，刚刚在病房我相信你也看到了，有外人在，爸爸有些话是不好说出口的。是，林伯伯告诉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刚才在病房里那两个人，明理上是在关心他，其实心中另有盘算。我相信林伯伯也能看得出来。我也是刚知道盛海和凌天的合作，在凌天内部有很多争议。凌天集团是爸爸一手创立的公司，是他多年的心血，但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这几年也帮着他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可是毕竟凌天集团就只有一个林总，我能感觉得到近些年来公司的一些老人看着爸爸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有了一些别的想法。除了你，林伯伯身边就没有其他能帮助他的人了吗？你跟他也接触过，也知道我爸爸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随着凌天集团越来越壮大，他身边可以信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我那个弟弟现在接手着凌天集团的一家科技公司，我想爸爸曾经应该是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可是他从小被娇惯坏了，心里就只知道玩，所以爸爸曾经对他也是寄予厚望的。他这一病，身边能依靠的也就只有我这个女儿了。这个我能理解，财富和溺爱会让一个人失去成功的追求。林伯伯这次生病，我想对你弟弟也许是一个警示，至少能让他知道该如何守护林伯伯给予他的一切。阿衍，其实今天我单独约你出来，是因为我看得出来我爸爸很信任你，欣赏你，所以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请讲。我和爸爸一致都认为，这一次凌天面对的危机是公司内部的人联合其他公司一起制造的事端，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我那个弟弟身上。
你弟弟？嗯，他不是你们自己家里人吗？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我弟弟对公司的投资向来不感兴趣，可是这次却突然找来了几个投资项目，向林田集团申请大额的项目资金。爸爸和董事会的人进行商议，商讨过后，董事会的一些人竟然出乎意料的全部都支持，便把钱给了他。但是之后，那些投资项目却突然出了很多的问题，导致公司的账目直接出现了巨大的亏空。也正是这个变故来得太突然，爸爸一时接受不了才病倒的。好在现在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林田集团现在也不得已要收回一些投资项目来用于公司运转，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你们深海的项目，我们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林姐，我能理解你和林伯伯做出的决定，况且我听了你跟我说林田内部的消息后，也更加让我确信了我们盛海的危机并不只来源于外界，还有我们盛海内部。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用在我弟弟身上那句话用在我们身上更加合适，父辈拼来的家业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学会守护。请进。院长，小萌和周总的请柬已经做好了。哦，这么快啊。您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做得挺好的。谢谢。那行，请柬呢就放我这儿吧。哎呦哎呦，都几点钟了，你赶紧下班吧。您都没下班，我怎么好意思下班呢？哎呦，算了，我今天都耽误你了，赶紧下班。那我就先回去了。嗯，你也早点休息，别太累了。好，明天见。明天见，院长。你找谁？哦，哎，你到底找谁啊？为什么要站在这儿？我就是看看，不好意思啊。看什么呀？鬼鬼祟祟的，一看你就有问题。小丫头，怎么说话的？谁鬼鬼祟祟的？我是来找周总跟小萌的。原来是找周总和小萌的呀。那您不早说，小萌和周总他们还没回来呢。哦，您是？啊，你们好，我姓林，是市福利院的院长。哦，是这样的，小萌跟周总经常帮助我们福利院，这不是快到中秋了吗？孩子们准备了节目，做了一个中秋晚会，我给他们俩送请柬来了。既然他们俩不在家，我下次再来吧，打扰了啊。等等，进屋坐吧。啊，小萌她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们先进去坐会儿，等她回来，好吗？林院长，哎，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是小萌的妈妈吧？啊，我们应该没见过。这样，孩子们不在家，下次我再来拜访您好吗？没关系，我们就进屋坐一会儿，等他们回来就行了。算了算了，真的，来进去吧。这不太合适。不用客气，真的，别客气，真的不合适。哎呀，真的不客气，林院长，进去吧。您别害怕，我们太太就是神志有些不太清楚，要不您就听她的，进来坐坐呗。说什么呢？什么神志不清楚？你才神志不清楚呢。我清楚得很，我跟你说，你别听她瞎说。我就是，我有些事情我有点想不起来了。那个，但是我真的觉得在哪儿见过。叶女士，我们肯定没见过。哎，这样，今天不合适，下次有时间我再来拜访您好吗？肯定见过，我跟你说，我记得了。进去坐一会儿，进去坐一会儿。哎呀，真的没事，就一会儿。您就进来等等呗。您看叶阿姨这个样子，您就能顺着她进来进来吧。开门开门去，开门去。这样这样，进来吧。叶女士，
我就小坐一会儿。孩子要是没回来的话，我就走。好好好，下次再来好吗？来，请进，请。小心啊！您慢点，来。林院长进来，这是我们家啊。快来，快来。你坐下，别客气。你也坐。哎，好好好。哎呦，真的巧，又碰到你了。哎，你这耳环真好看。实在不好意思啊，林院长，我带叶阿姨出门之前，叶阿姨还在看照片呢。小萌说过，多给叶阿姨看看以前的照片，有助于她的记忆恢复。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客人来，弄得这么乱，我马上收拾啊。哎呀，不用了，小玉。林院长是小萌的朋友，而且还是。对了，林院长，你认识阿衍吧？那我们俩之前有没有见过面呢？啊？这个应该是真没有，要不然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哎，对了，我们看一下照片。哎，我跟你说，这上面全是小萌跟阿衍小时候的照片，他们现在都长大了。看，这是小萌，就是爱笑，还臭美呢。哎，这个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正在换牙，他怕丑，双手还捂着嘴笑呢。你瞧这孩子多可爱呀！哦，对了，这个是阿衍小的时候。你看啊，阿衍小的时候真的很调皮，没少挨揍呢。哎，他长大了，你看多帅呀！这个照片啊，是他那个时候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啊，就还得了个金牌，真的很棒的。哎，你看这个。林院长，哎，小萌回来了，小萌姐你回来了，妈，林院长，哎，您怎么来了？我今天正好在你家门口，碰见你母亲了，她很热情，把我拽进来了。那个小萌啊，我总觉得林院长看着很面熟，是不是以前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妈。您不可能见过林院长的，可我总觉得，怎么看上去怎么那么熟悉呢？妈，您一定是在电视上见过吧？林院长是咱们市福利院的院长，新闻里不是都报道过吗？您一定是记错了。啊，是吧？妈，快到点了，你应该吃饭了，我让小玉带你去餐厅吃饭吧。小玉啊，小玉啊，带我妈去餐厅吃饭。哦，好的。叶阿姨，我们先去餐厅吧。哎，林院长一起吃晚饭吧。哦，不用了，我还有些事，我先回去吧，下次。啊，那小萌，你好好送送林院长啊。好，那我先送林院长回去，你先吃饭。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小心。林爷，我妈。为什么会说认识您啊？我也觉得奇怪呀、啊，这按道理来说，我和你妈根本就没见过面。你说我跟阿衍的事，你妈该不会知道了吧？反正自从我妈醒过来之后啊，这记忆就特别混乱，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说不定……怎么？哎呀！那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了，对阿衍不好的。林爷，你放心，我跟阿衍一定会注意的。对了，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看我这记性，
这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啊，福利院小朋友啊要表演几个小节目，想演给你们俩看，做了一个小型的中秋晚会。我今天啊给你们俩亲自送这个请柬来了。中秋晚会？嗯，您的意思是也要请阿衍去？嗯，孩子们喜欢你们吗？我也想看见你们。阿衍，要不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好。阿衍，林姨邀请咱们去参加福利院的中秋节晚会。林姨，最近公司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中秋那天我去不去还说不准。但是如果那天有条件的话，我不会安排其他工作的，您放心。他最近跟周家走的倒是很近啊。小玉电话里说，这个林月玲在周家的时候很不自然，先是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不敢进去，然后看到周衍照小时候的照片，情绪很激动，哭了。而且叶思荣一直强调好像见过林月玲。这倒是有意思，他跟周衍照见面了吗？小萌送他出去的时候，周衍照刚好回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这个小玉倒没怎么听到。如果小玉讲的是真话，从她的描述上来看，这个林月玲跟周家一定有什么关系，至少跟周衍照有关系。老板，我也这么认为。去查，查这个林月玲，查她所有的过去，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小玉那边我先让她盯着，如果有什么动静，我再及时向您汇报。去吧。周总，刚收到消息，说是凌天集团因为经营上出现巨大亏空，已经无法正常运行，很可能要被另外一家公司收购。消息可靠吗？听说凌天集团现在是人心惶惶，可能已经无力回天了。我知道了，去忙吧。喂，林姐，是我。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爸爸最喜欢的诗句了，他也希望凌天集团能像泰山一样，傲视群雄，屹立不倒。这些年，林伯伯已经做到了。只是曾经做到了，现在这些都将成为历史。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如果一棵树它的根死掉了，那就算它的树干再粗壮，枝叶再繁茂，它都终究难逃死亡的命运。你是指我弟弟？无论他是有心也好，还是被别人利用也罢，如今他给凌天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了。现在看来，他那几个所谓的高额回报的投资不过也都是骗局。凌天集团现在已经是个空架子了，幸好还有一家公司来接盘凌天集团，让爸爸不至于落到破产的地步。你说这到底该难过呢，还是该庆幸？你说过凌天内部早就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可以利用你弟弟，那么来接盘的公司或许早就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了。周总不愧是商业奇才，要是我能有你这么聪明，爸爸的公司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了。不过你要当心，有比你更加聪明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但他比你更加狡猾，接盘凌天的就是他。你是说是盛海的人？我查过了，接手凌天集团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就是盛海的副总裁蒋庆成。原来是他。这从头到尾都是他的计划，他一步步地将我弟弟和凌天集团拉入他的圈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垮凌天，将凌天集团据为己有。现在我知道了，他的野心从来就不只有盛海。而且一石二鸟，打垮凌天也会破掉盛海和凌天的合作，我手里的那个项目也就会继续处于资金匮乏的危机当中。我记得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他当年和你父亲还有蒋庆成一起共事，他当时就发现蒋庆成的心术不正，于是渐渐疏远了他，也提醒过周叔叔要小心蒋庆成这个人。我明白，得到凌天的蒋庆成怕是更难对付了。所以你现在要更加当心，一旦蒋庆成得到了凌天集团，那么他就有了和盛海对抗的砝码，他现在的目标就直指盛海。你们看，像老师这样，这样子。小朋友们，看看谁来了。小萌姐姐，你们好。大家好。小萌姐姐，阿衍哥哥呢？阿衍哥哥一会儿就过来。天空。阿衍哥哥，阿衍哥哥，你来。小朋友们，太好了，来来来，有礼物，有礼物，给你们带了礼物。哎，都有啊！这个是我的，给我。公司业务忙，又去买了点东西，来晚了，抱歉。没事儿，阿衍你来了，我真的好高兴。答应他们的，给他们买点礼物，希望他们喜欢。你看他们喜欢的不得了呢，所以说今天晚上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谢谢你们。对了，林姨啊，这会儿演出应该快开始了吧？早就应该开始了，你们俩找个地方去坐啊。哦，对了，这个小朋友的节目自个儿排的，比较简单，别嫌弃啊。快坐，快坐。小朋友们，我们中秋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第一个节目《三只小熊》，哪些小朋友可以表演呢？我！哇，这么多呀，那就一起上台去演一个好不好？你们女孩子好像都对娃娃没有抵抗力。
我喜欢是因为这是天空送给我的，他眼睛不好肯定费了很多功夫，要换作是你，难道不喜欢不感动吗？感动是感动，但就是卖相差了点。肤浅。原来诚实的近义词是肤浅啊。你放心，我一定把你诚实的评价带到，如果你不怕伤到天空的话。随便你。其实你嘴上说不在乎，但心里还是在乎孩子的感受，对吗？谁说的？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太了解你了。你喜欢把什么都藏在心里，对外人什么都不愿意说，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在乎或是不在乎。我觉得真正明白我的人，就算我不说出来，我的喜欢他都明白。突然一道烈风拉扯神经，将疼痛怂恿，我的一切变苍白，随快乐在负重。落入在你走后的空洞，默不作声，凌重的曾经，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总会有变成了爱情的宇宙，弥补世界里的纰漏。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变成了爱情的宇宙，给出四个爱的理由。 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对你说，在不同时空。 Please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弥补时间里的纰漏。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纽扣，给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偏心的爱情的理由，给出四个爱的理由。 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对你说，在不同的时空。 Please take by my heart, yeah, yeah.I love you.